生活早参考，早看早知道。大家早上好，我是阿秋。这什么？哎，一双筷子。用筷子来吃饭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小的时候啊，不会用筷子啊，这个爹妈会生气的。你一定要学会啊，不学会不礼貌。要筷子要夹不住东西啊，你们家会漏财。你筷子要夹不住东西啊，你就夹找不到人生的机会啊，等等等等。反正啊，从小学会用筷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但是多大的孩子应该学会用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孩子也就一两岁吧，是吧？你看那筷子有多长啊？这一双筷子在成人的手里头可能是个吃饭的工具，但是在幼童的手里头极有可能就成为凶器。您信不信？要不信呢，我今天带您去看一段故事。两岁女童手拿筷子不慎摔倒，筷子从鼻子直插大脑，危及生命。不好弄，当时我们的心都凉。救治途中一波三折，手术过程风险重重。这个是我们神经外科是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让筷子成为孩子的杀手？可是做父母的要认真的对待。女孩的命运究竟如何？敬请收看《生活早参考》，筷子惊魂。2013年7月21日，天津市公安局西兴分局西应门派出所民警朱彤刚刚出警回来。那天是他值班的日子，还来不及坐下休息一会儿，报警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而这个电话对他来说多少有点意外。有一个受伤的一个小孩需要从那个沧州市呢经过咱那个京藏高速。受伤的小孩，无论是作为一位民警还是一个父亲，一听说是孩子受伤的事情，朱彤心里不由一紧。电话的另一端是天津市公安局西兴分局的110指挥中心。原来就在刚才，有一位河北沧州的女士拨打了天津市110，说自己的孩子受伤了，此刻正在赶往天津的路上。他们想去环湖医院救治，可是找不到那里，于是情急之下向民警求助。天津市110接到这个电话，以最快的速度向下布控，锁定了距离京沧高速出口最近的西兴分局西营门派出所。刚好那天在所里值班的民警就是朱彤。伤挺厉害的，被筷子扎伤了。朱彤放下电话，立刻出发，直奔地点，在那里焦急的等待。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打电话的女士还是没有出现，朱彤开始坐立不安。感觉孩子挺受罪的，而且挺替家长着急的。筷子怎么会扎伤人呢？孩子受伤有多严重？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焦急等待的朱彤心里有很多疑问，他越想越担心，只希望能尽快的接到这个孩子，赶紧把他送到医院。那打电话的女士是谁呢？孩子又是怎么被筷子扎伤的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在河北沧州市南环东路的一个平房里，住着一户三口之家，女儿叫月月，刚刚2岁。这是一间很小很简陋的租住房，房子里只摆得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连厨房都单独设在外面，所以每天月月的妈妈要到外面去做饭，做好了再端进来。做饭的时候，月月就一个人在屋里玩。每天都是形成习惯，这样他自己玩得挺自如的。月月很聪明，虽然才2岁，但已经可以和大人一样学用筷子吃饭了。今年开始自己会用筷子，用得特别好。自从学会了用筷子，月月觉得很新鲜。他每天最盼望的事儿就是吃饭，每次吃饭前，他早早地拿着筷子，边玩边等着。7月21日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月月妈妈像往常一样去厨房准备饭菜，月月爸爸在屋子里陪着女儿。这时他忽然想起中午回来时把东西落在了自家的三轮车上，就准备出去拿，心想就这么一会儿，把孩子自己留在屋里也不会有什么事儿。等拿完东西打算回屋时，他的手机又响了，于是他就在外面接起了电话。而此时危险正一步步走向月月。月月在屋子里玩了一会儿，发现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看我们俩不在屋，
他就出来找。在他们家的屋门口有个门帘，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这个门帘显得有点重。人家挂那个帘子有点大，他那么小，他一下不可能撩得开。每次出来进去，月月都要笨拙地推开这个门帘，推开门帘还要经过门口一个较陡的台阶。那台阶不是上下的，跟咱这个楼梯那种上，是那种用磨上那种斜坡似的。这样的台阶，只要孩子稍不注意，就很容易摔倒。而这次月月的手里还拿着一双等待吃饭的筷子。就在月月急切地出去找爸爸妈妈时，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幕发生了。他哭了，我就听见他哭了，然后我从厨房出来。正在厨房做饭的月月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赶忙走出来看看。看他就已经半蹲着。月月妈妈以为他只是在台阶那儿绊了一下，当他走向月月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在意。每天也是不要出去上厨房干什么拿东西，他自己都玩挺好。因为平时孩子经常屋里屋外跑来跑去，也摔过跟头，哭过两声，月月妈妈想估计这次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但当他走到月月面前准备把他抱起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就看他那个好像鼻子有筷子似的，鼻子里插了一根筷子。月月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筷子怎么会插到鼻子里呢？我就往外拔了一下。见此情景，月月妈妈第一反应就是本能的要把筷子拔出来。当时心里还想，也许筷子头就在鼻子边上，一弄就出来了。于是她用手试着去拔筷子，我看没拔动，我也没敢拔。然而事情完全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月月妈妈拔了一下筷子，筷子居然纹丝不动。这时她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她赶紧喊孩子的爸爸。而还在打电话的月月爸爸这时才知道出了事儿，闻声过来之后也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两人立刻抱着月月向沧州县医院跑去。他们也不敢弄。沧州县医院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不敢贸然救治，建议他们赶紧去别的医院看看。于是月月爸妈只好迅速赶往当地更大一点的医院，沧州市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他们按照医生的指示为月月做了 CT 结果一出来，医生的话让月月爸妈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说你这东西可能进脑子了，筷子从鼻子插进了大脑。月月妈妈当时就懵了，怎么办？能治吗？你们转院去天津吧。两个医院都不敢救治，因为筷子已经进了大脑，筷子头所在的位置还不确定是否已经碰到了大脑里的重要结构，万一救治时稍有不慎会有生命危险的。月月妈妈快绝望了，不是不能去天津，而是从沧州到天津走高速最快也要两个小时，月月的鼻子已经开始流血了。如果赶到天津，真不知道孩子的病情是否还会继续恶化。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生命。在这中间如果孩子出现什么情况，就哪怕在沧州，你们尽全力能给孩子做，他说就是弄不了。医生告诉月月妈妈，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做紧急处理，只会给孩子带来危险。在天津环湖医院救治的胜算更大，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快走吧。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打了个出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天津。而此时孩子的症状已经开始严重了，他在道上吐老吐血块。司机把车开得稳中求快，既要争取时间又要保证安全。一路上他还不时地提醒月月妈妈最关键的问题。司机说你把孩子抱好道上，老跟他说着话点，别让他那意思，别让他睡着，别让他昏迷，让他有意识。于是月月妈妈在路上不断地跟孩子说话，就怕他睡着之后昏迷。看着孩子的状态，月月妈妈心疼紧张的不知所措。而此时解决了如何去天津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在道上就说咱们也不认识那个环湖医院呢，在哪儿啊？司机师傅是沧州当地人，对天津市并不熟悉，他也不知道天津环湖医院的具体位置。而且天津的路况比较特殊，
那里的路和街道都不是正南正北的分布，连本地人都很难准确地判断方向。如果司机到市里盲目地找来找去，耽搁几个小时都说不定，这对救治孩子来说将会非常不利。到底该怎么办？怎样在最快的时间赶到环湖医院？情急之下，月月爸爸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咱要不打那个110，打天津的110。于是月月妈妈马上拨打了110，而此时朱彤已经在京沧高速出口焦急地等待很久了。在那等待，等待了大约有一个钟头吧。可能在那等了一个多小时，人就在那一直等着，特别担心。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之后，这辆车开到了天津。一到高速出口，月月妈妈就见到了站在警车附近的朱彤，顿时心生希望。就在那个出站口等着了，然后前面就开路。我们汇合以后呢，双方就说：“我说我在前面开着警车，打着闪火，闪着警灯，然后你就跟着我走。”汇合之后，在朱彤的引领下，没用上半个小时，他们就赶到了天津市环湖医院。到了医院，门诊已经下班了，他们就抱着孩子到急诊去挂号。接诊医生看了月月的情况之后，让他重新做了 CT 和核磁共振，筷子是否已经插进了大脑，到底在哪个位置。做了这两个检查之后就一目了然了。等结果一出来，医生的回答破灭了月月爸妈仅存的一点希望。他们也说不好弄，当时我们这心都凉了。脑外科还在值班的几个大夫会诊之后，他们对救治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敢给孩子做手术。难道筷子就取不出来了吗？这时的月月妈妈真的绝望了。医生告诉她，也许神经外科的主任李庆国能救孩子一命，只是他目前还在沈阳出差。而后医生立马给李主任打电话汇报了月月的病情。李主任接到电话之后当机立断，决定连夜赶回天津。他说先住院，明天再商量看怎么弄。大夫给月月输了液，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让他们等待李主任回来。可月月妈妈当时是心急如焚呐、啊！我又想又再接着一晚上好几个小时，孩子当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当时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矛盾。而当时孩子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喝水都吐，咔咔咔全吐出来。看着月月越来越恶化的病情，月月妈妈时刻期盼着能救女儿的大夫快点回来。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这一个晚上可以平安无事地过去。我这一晚上都没合眼，就瞅着她那筷子在那扎着。筷子就在月月的鼻子里插着，万一不小心再被碰到，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可月月太小，她自己不舒服，难免会乱动。她也想往旁边拔去。我把他手夹着，哎呦喂，一直夹着他手不让他弄，我怕他一个歪脑袋什么的碰那筷子，碰筷子再碰到什么，大夫说里边有血管什么动脉什么的。月月时不时的哭闹，月月妈妈真是揪心的难受。哭了，然后我就抱着他，我就他浑身就冰冷。那一夜对于月月妈妈来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当时想的是妈妈太对不起你了，妈没有看好。天终于亮了，第二天一大早6点还没到，环湖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庆国从沈阳开车直接赶了回来。进了医院，他第一时间去病房看望了这个被筷子扎伤的孩子。筷子从鼻孔里面直接到颅腔里面去的，这个还是第一次来收治。我看到他以后，首先第一个定下来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从意识状态上来讲，应该说还可以，因为他是清醒的。意识还算清醒，说明月月出血不是过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昏迷的状态。可李主任接下来的话，让月月妈妈刚想放下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它存在一个漏，这个是我们神经外科是最担心的问题。漏是什么意思？漏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颅腔和这个外界是沟通的，最常见的就是漏的是脑脊液，枕头边上
就是一片都是湿的，那就证明他已经脑子里面的水已经就是漏出来的，那么鼻子里面还有水往出淌，这个流出量是挺大的。当脑脊液大量漏出来，最容易发生的危险就是感染，这才是李主任最担心的关键。不好控制，因为毕竟筷子不是说消毒以后才进去的，是有菌的啊，而且鼻腔都是不干净的，那么通过鼻腔进去之后，那么肯定会带进细菌，还有呢就是筷子带的细菌混合的进到脑子里面去，肯定是进去形成脑膜炎、脑炎，甚至最严重的像败血症、脓毒血症，那最后就死掉了。李主任的担心让月月爸妈几乎崩溃，此时距离事发时间已经十几个小时了，孩子会不会已经严重感染？月月的大脑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吗？筷子还能顺利拔出来吗？他真的将面临生死的考验吗？哇，看的真是触目惊心呐！一双筷子直接从鼻子插到大脑去了，想想我都后怕，我得庆幸啊，我自己躲过了那么多的危险，从小到大。哎呀，这我就想问了，王教授，你看，逼孩子学会用筷子，咱们都经历过呀。但是，您主张这小孩是从几岁开始学会用筷子比较合适呢？咱们一般来说呀，一两岁是吧？两岁左右，筷子有小肌肉的运动，手眼的协调，啊，据有人研究啊，就说用筷子的孩子呀，长期用筷子的孩子呀，他的手眼协调能力，甚至说脑的发育啊，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说呢，用筷子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对智力呢也是有帮助的。但是问题又来了，这样的事情出来之后呢，他也不是这样的事儿，他也不少见。对，我们怎么才能够既让小孩学会用筷子啊，又避免了一些安全的隐患？对，你看啊，就是咱们这儿有一个小朋友哈，小娃娃，你看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危险区。咱们就说这个拿筷子，你看啊，这个要是扎到小鼻孔里去，扎到眼睛里去，是吧？都是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一小块，就这几个器官呢，可是做父母的要认真的对待。小孩拿着筷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对着鼻孔，对着眼睛，这个是非常危险了。所以呢，阿秋，你看啊，就是我们要是教孩子到了饭桌以后，一定是横着拿，平时呢这个手做这么个姿势，而不是这么个姿势，这个就防止孩子一磕倒一碰到闯着。还有一个呢更重要，就是筷子是属于饭桌上的，起了饭桌不能玩了，不能拿了。哎，你像这些的孩子都是走路又不好，两岁多刚会走，再拿个筷子玩一下摔倒了，不定扎着眼扎着鼻孔。有个事儿啊，就是有时候孩子不一定，这么小的孩子不一定跟我们上饭桌呀，一两岁做了单独给了一盘东西，这时候教他用筷子，但是父母亲也有事儿，离开之后是不是我不在他跟前，筷子拿掉，对，你先用勺，对，尽可能的呢让孩子呢在父母的呵护下，眼皮子底下用筷子，是吧？要是父母不在的话呢，筷子拿掉，换个小勺子，起码比筷子稍微安全一些。好的，谢谢王教授。哎，我们回到故事啊，片子里那个小月月，你看筷子都从鼻子已经插到大脑啊，它会危及生命健康吗？这筷子能够顺利的被取出来吗？在手术过程当中会有危险吗？往下看。从病房走出来，李主任立刻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救治方案，不仅要确定拔筷子的最佳方式，还要充分考虑拔出筷子之后各种突发情况的急救措施，如何补好拔后的漏口，以及术后最危险的并发症。当然最简单的就是说直接拔出。直接拔出有那么容易吗？方法可行吗？我们要是直接拔出的话，那就是跟那个他父母自己直接拔没什么区别了，对不对？李主任说的对啊，毕竟大脑是人体所有器官中最复杂的一部分，如果大夫跟家人一样单纯的往外拔筷子，月月颅内大量的血液和脑脊液就会迅速喷出，颅外的气体会往里进，导致脑子里充满了气体，那时连抢救都来不及了。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在手术室里面，啊，麻醉状态下，从下面拔，但是呢，我们必须得从上面来观察，就是从这个前额底啊，看到这个异物，就是筷子的头在哪块，它跟周围的重要结构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神经血管。这种方法虽然可行，但其实风险性极高，因为通过 CT 和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筷子所在大脑的位置离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近，如果在拔时稍有差池，极有可能碰到血管和神经，同样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基本上我们通过大家讨论之后啊，就已经把前面那两个就排除掉了，因为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案，就是说开颅。当月月爸妈听到李主任做出为月月开颅拔筷子的决定时，他们吓得几乎要瘫坐在地上。一个才两岁的孩子就要做这么复杂的开颅手术，那得有多大的风险呢？手术过程惊险复杂，这个时候是很紧张的，很紧急的。筷子插入大脑的部位令人后怕，就到后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血管，就基底动脉。受伤的月月能否得救？几乎在监护室里边，每天都是发烧，就是根本就拔不动。生活早参考，筷子惊魂正在播出。当天上午，月月被推进了手术室。李主任在为月月开颅之后，用显微镜清楚地观察到了里面的结构。筷子进到那个脑子里面，进到这个颅腔里面的深度，也就是突破颅底硬膜，它的深度啊，已经达到2公分多了。一切准备好之后，李主任尝试着想去拔筷子，谁知情况完全不是他最初设想的那样。拔了一下呢，像就是根本就拔不动。当时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么难拔。李主任完全没有想到筷子会这么难拔，于是他决定先给月月上头架，只有先把头固定住，才能来选择拔出筷子的方法。而筷子在月月大脑中的位置，让在场所有的医生都捏了一把汗。差一点，就是差不到5毫米吧，也就是2-3毫米，就到后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血管，叫基底动脉，啊，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基底动脉受损伤的话，那瞬间人就会死掉了。这个地方呢，是视神经，这个地方也是视神经，就管眼睛看东西的。那好，这个筷子正好就在这两个视神经中间插过来了。不难想象，如果筷子插入的位置稍偏一点儿，它很有可能刺破视神经，造成月月的眼睛终身失明。而最惊险的部分还不止如此。其实最危险的部分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筷子和这个动脉，也就是这个颈内动脉，也是脑子里面最大的一个血管，它俩之间呢是紧挨在一起的。筷子虽然避开了基底动脉和视神经，但是它还是没能躲过颈内动脉，已经挨在一起了。如果在拔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血管碰破了，医生完全无能为力。我们在处理这个动脉的过程当中，那是非常小心和紧张的。好在动脉是有一定弹性的，为了避免筷子对它造成损伤，李主任首先人为的在筷子和动脉之间制造一个空间。在这种极其危险和紧张的情况下，想顺利的拔出筷子，角度、力度、速度都要兼顾，任何一方面出现疏漏，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当时拔的时候是用那个摇骨钳子掐的那个这个筷子的外边那漏的那一端，完了一点点的转，一下就拔出来的。在李主任认真谨慎和技术娴熟的操作下，筷子终于成功的被拔了出来。而拔完筷子之后的救治同样紧急危险，就是这个筷子出去的瞬间，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很紧张的，很紧急的。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要出血的话，它会一下就出来。
所幸筷子拔出时没有伤到危险的动脉和神经，所以出的血并不汹涌，完全在李主任可控的范围之内。接下来如何填补这个跟筷子头一样大的漏口，同样是需要李主任谨慎处理的问题。颞肌取出来就是跟这个漏口大小是几乎是一样的，那么这种颞肌做成小块，完了从那个漏口塞进去塞进去之后呢再用的生物胶胶上这个时候呢这个手术就结束了手术终于完成了。截止到此时，手术已经进行了4个多小时。月月爸妈一直在手术室门口忐忑的煎熬，如坐针毡。听到筷子被成功拔出的好消息，月月爸妈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月月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待他的还有术后两个生死攸关的考验：出血关和感染关。从手术室出来，月月直接被安排进了重症监护室。出血实际上是叫近期最近期的一个并发症了。一般来讲，开颅后的3天里都有可能出现出血的症状，如果严重还要再次开颅。但这个孩子没有。出血关算是度过了，但最让人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他术后再出血的问题，而是感染问题。感染问题迹象是什么呢？一般来讲还是以发烧为主。几乎在监护室里边，每天都是发烧，每天都是发烧的。40多，比如41、38左右，起码38。最高是41度烧的。手术后没多久，月月就发烧了，而且持续不退，这可吓坏了月月的爸爸妈妈。难道筷子真的感染了月月的大脑？如果是这样，手术的成果就会功亏一篑。李主任也很忐忑，但当他仔细观察了孩子的情况之后，悬着的心开始慢慢放了下来。在发烧过程当中，孩子一直吃玩都正常，那么就证明呢，这种情况还是说感染的可能性不大。按李主任的推断，月月如果是因为感染而导致了发烧，那他应该出现没食欲、呕吐等明显症状，但孩子吃玩一切正常，所以这种发烧并不意味着感染，它只是孩子术后的一种普遍现象。果然不出所料，一周之后发烧自动消退，月月终于度过了危险期。结果比较满意，月月获救了，不幸中的万幸让他逃离了死亡线。8月7日，月月康复出院。临走时，李主任特别嘱咐月月爸妈一定要看好孩子，不要让类似的伤害再次发生。在回家的路上，月月爸妈还一直念念不忘半个月前在危难之中送他们到医院的民警朱彤，他们决定要去对他说声感谢。家属也挺感谢的，我们这儿是应该做的。而对于月月爸妈来说，这一次由筷子引发的惊魂会让他们更多的去反思以后该如何让女儿平安成长。还好小月月这个终于康复了，没有致命的伤害，但是我想想就后怕呀所以说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父母亲，在教孩子学使用筷子的时候千万记住了这个不能让筷子纵向的对着小孩的那个鼻子或者是嘴巴。而一个呢，一旦你离开小孩了，筷子你得没收。三一个，吃完饭以后，在不是吃饭的场合，小孩千万不能触碰筷子这样的东西。好了，这里是生活早上好，下期再见。26岁男子命丧喷水池，一碰水就躺那儿了，就挺那儿了。喷水池事故频发，公共安全如何保障？你们有明确的规定，喷水池要安装。一次惨痛事故的背后是偶然还是必然？大脑通过电流可以使人摔天，摔死的。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夺命喷水池。